在下手里这一卷八厘米的影片，是太极武艺入禅学派杨家第四代宗师杨守忠先生，在民国65年，当他70岁的时候，在香港他的寓所里，由他的女儿所拍摄的，也是杨家宗师180年来唯一的一部太极拳动作的记录影片。现在现映的影片里，后面的动作示范部分，就是这部影片放大版制而成的。杨守忠套拳动作示范。斜黑鹏，蓝雀尾，翻身单鞭，提手上势，白鹤亮翅，左搂膝傲步，收回琵琶，左搂膝傲步，上步右搂膝傲步，上步左搂膝傲步，收回琵琶，左搂膝傲步，进入斑斓锤，如风似壁，十字手，归山，单鞭，肘底锤，倒眼猴，倒眼猴，倒眼猴，皆非是，提手上势，白鹤亮翅，左搂膝傲步，海底震，扇通背，翻身贴身锤，进步斑斓锤，上步蓝雀尾，单鞭，云手，三鞭，高探马，右分脚，左分脚，转身蹬脚，搂膝傲步，搂膝傲步，单锤，翻身贴身锤，进步斑斓锤，上步右起脚，左打虎，右打虎，回身右蹬脚，双峰贯耳，上步左蹬脚，转身上步右蹬脚，进步斑斓锤，如风似壁，
十字手，抱红归山。Thank you.